你看一下张青，咦，这边后面，自发跳，四塔劫，180接倒叉 ，D D B 的一串。 力转360，满足了编排中的转体动作。毽子后直 ，B E 001的0-1加分。叶子空翻 ，D 组难度。 自擦跳 C 组 ，Johnson 跳 C 组，但是落地时出现了晃动，横木倒叉 ，D 组的难度，再结环 E 组。 毽子虚两头下，这个虚两头非常轻松啊！它在落地的同时是有一个小展子的动作。